un poquito para arriba。Andy 带您一同进入奇幻的顶级天然香料茶国度，严选至中国西南方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里，最珍贵稀少的野生栽种大红袍，产权自然野放，不喷洒农药。花椒本身微麻不刺激，而且开胃有力，浓郁的香中带出淡淡的薄荷凉感，焦糖的香气，江姐放明对茶饮味蕾的全新感受。安迪研发团队呢，独家研发出各种风味，满足各位的市场风味需求。花椒系列呢，不带苦不带涩，冷泡热饮都香饮。野生大红袍特色呢是麻味香气，搭配茶饼呢可以提香效果，而且后劲和缓不刺激，增加各位饮品搭配的质感，而且可以畅行化。花椒是非常健康的食材，去除体内的过多湿气、发汗以及新陈代谢。对平时很忙碌的工作朋友们，可以借此增加我们的体内宝宝。花椒系列呢，我目前开发出5款风味，那每一款风味的包装呢会像这样，在50度。像那样精美包装呢，我们还会有贴纸操作说明和 QR code 影片操作教学。五种风味里面呢，有我们刚获得比利时最高水准 IPP 的大赏的白桃乌龙绿茶搭配花椒，还有我们 High Tea 优质黄金乔曼茶搭配花椒，以及通过 High Tea 30年制茶经验的职人监制的高山乌龙球茶，经过这样长时间低温烘焙的花椒黑美人茶，还有严选高山的绿茶，经过3次新鲜茉莉花熏制的花椒复熏茉莉绿茶。再来最后一个最棒的是，我们 High Tea 团队利用精细的制茶工艺技术，选用竹叶茶研制的花椒高山乌龙茶。现在就让珍珠姐姐带领大家一同进入顶级的天然香料茶国度。给你这世界最美的花，想要为你做一幅神秘的画，想和